种人和各自的爱犬准备为来年的比赛做最后冲刺。这是美国曼哈顿麦迪森广场今年二月举办的第140届威斯敏斯特犬种大赛，超过3000只高达199品种爱犬经过各轮竞技赛后，赛事已来到了尾声。每年比赛都有不同主题，今年服从项目的赛事备受瞩目，爱犬不仅要大展艺技，还必须跟主人之间有良好的默契。巴西卫生部大动员22万军人到全国各地，包括农村地区进行灭蚊大行动，以消灭传播寨卡病毒的埃及伊蚊。巴西是目前寨卡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2015年至今已有150万人受感染，多个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一颗颗优良米粒是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经过多年反复失败与实验后，终于收割到甜美的成果。他们既由 DNA 技术改良水稻种植法，盼可再掀起第二次绿色革命，解决水稻产量问题。